家都在宝可梦，不想跟我们玩。对，大家都在宝可梦。安安，大家安安。画面不知道顺不顺呢，我看一下好了。安安，刚来的安安，感谢棒棒糖。感谢棒棒糖。繁星到了集会区。哎、欸，我进来了。耳机？阿基在里面啊。哇，来了。阿基在集会所里了。哦，我还在开台。他在摸尼卡。他还在摸。嘿，嘿嘿，莫妮卡，嘿嘿，莫妮卡。安安从未离开聊天室，是一直挂在聊天室的一直吗？安安哦，好屌，安安，哇哦，那跟之前挂点那挂牛排挂点心那些一样啊，真的、哦，分叶仔，挂一堆分叶在那边，对啊，没关系。这里可以，可以挂，可以挂，挂，都挂，可以挂，尽量挂。安安，懒得关 NONO 哦，好哦，这么懒哦，行，行，我觉得这个懒可以。安安，哎，哈基，你的孩子又跑过来了。等一下，什么我的孩子，我就不是没有孩子。他怎样叫哈基爸爸哦？他的名字是哈基，是我老爸。哇！小孩出现了，小孩都这么大啦？对啊。哎，安安。感谢追随一，追随记得要来看台啊，不要只是追随啊。啊，棉的，对棉，锤吗？对啊。等一下是不是断掉了？我看一下，断了耶！我还没开就断了，直播断了。你是四五七级？哦哦。真的假的？我收到五位，看，重新连线，是我的金钥错误，为什么？等一下，金钥布置显示金钥，贴上，确定，重新连。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早安 W， 今天继续吃胖老爹。感谢猫须定，啊，你记得提醒野超啊，他不是说要定？串流，等一下，为什么一直错误？好用，确定。串流。哦，重新串流成功。一条线那里真的很不舒服。什么一条线？我的截取的聊天室。啊哈。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克也安安，没办法、啊，我只能打龙啊，我没有宝可梦啊，有钱。对啊，穷啊。看一个宝可梦可以买十个魔物猎人呢、欸。穷啊，穷啊，对啊，
穷啊。求赞助宝可梦。对啊，看小雨整天喊穷，杰克整天喊穷。你看那两个喊、啊、喊穷的都买了，我们才是真正的穷，我们没车没得买。对啊，对啊，玩快过期的游戏。真的，我们是真的穷，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穷。重点一个还是学生哦。对呀、啊。我们刚刚百般邀请他来一起跟我们猎龙，他却。他说我想当训练家，他想去打宝可梦，那是他的梦想。重点是他自己 Pokemon Go 又不爱出门。可也要先跑了，好，我拜拜。宝贝，可也不要难过，因为我不知道玩什么了，所以只好来猎龙了。对啊。嗯，等一下，我挑一个东西来，慢慢来。口气也太高了吧？嗯，没有啦，就金就锤子啊。哎，都快接近一千呢，都破一千了。金锤吗？对啊，9881092，看一下。我最后一个金锤八认可的，其他没有了哦。七认可的，哇，七认可的伤害比较高啊。哎，我麻痹锤哦，闭贼，然后免麻痹不好吗？看推荐是免。哎，我有哎。零的吗？论七哦，可以啊。他是怎样的？他攻击多少？988哦。他的样子就是全金的吗？他不是全金的哎、欸。我装给你看。好啊。嗯，这一把。哎、欸，哦，所以要论八的哦。嗯。安安安安，刚来的安安哦。今天猎龙台，然后调一下我的聊天视窗，可以，可以啊，你可以，可以。真的啊、哦，不舒服。他怎么没有金虫也可以刷？不是。金色的虫子笑屁哦、喔、你在讲什么东西没有就金色武器都有了啊金我刚才下意识啊什么虫子我不知道就打击虫跟切断虫啊哦亚三安猎龙才对啊因为大家都在打宝可梦我没有宝可梦对啊，然后再来哭一次，对啊，哪像那些？对啊，那些人，对啊，那些人都说自己穷，然后再打宝可梦，对啊，而且还买了一台全新的主机，为了打宝可梦，对啊，出门昨天还骑摩托车，戴安全帽出，马上回来，嗯，对呀、啊，对呀、啊，他出门他是谁？他把小雨怎么了？知道啊，不知道哎、欸。小雨已经变了。小雨不是我们认识的小雨了。对啊，对。对啊。哦，原来全金的是长这样啦。那他是雷锤、欸，奇怪。有啊，我有那个全金的、啊。可是他没有动。全金？有啊。我要放解放全金的，我全金的冰锤有一个有三格的洞哎、欸，一个三格洞，七的吗？润八没有金鬼，你说这一只吗？你也有啊，金色的、啊、，Never 不是金色的吗？啊，这是雷锤，哦，阿、啊、吗？
好像洞里面中间绿的啊，核心是绿的、欸，哎，好像有点差。嗯，可是你往左边转一点是蓝的，它里面会变色吗？哦，还记好了吗？好的，那就先打但丁。好，今天一直回溯，先不看。好。为什么会回溯啊？为什么？为什么？看来开台不能开手机模拟器。你还想开模拟器啊？真的嘿哟哈！好，你们要开但丁是吧？对啊。好，那我用重弩。好。雷锤、冰锤等级不一样，都是，嗯，繁星的你不是论八的吗？哦，那可能是因为我论八的吧。嗯，头发变短，对呀、啊，剪了一段时间了。我要梳一下头发。对，现在不梳头发会被人骂。对，要梳一下。整理哦，整理一下。好像不好。对啊，我现在先整理一下哈，等我一下。这样子要搜一下的时候，那啊，帅啊！啊整理一下，好，我整理好了。你们要不要接任务啦？要啦，那跳啦，等等等。2080就可以开模拟器了，不用到2080吧？好的。感谢牛排，感谢泡芙。电脑的魔物猎人吗？对啊，你没看到这是滑鼠吗？这是左右键吗？其实那滑鼠是我们那个手机上面的画面，那个手指头。嗯，两个手指头吗？那看到右边会有那种狂按的一个那个的圈圈。那我们看到左下那个小地图，那不是小地图，那个是我们看我碰这个位置，他就走这个位置。你看碰一下有没有？对，有没有？大家点右上，左上有没有？他跟着走。他是那个蘑菇头的意思。蘑菇头的，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在上面搓。感谢雅思的礼物。啊不，要吃饭哦，里面没饭吃哦。哦，好，等一下哦。嗯。要啦，要整理啦，不整理怎么行？等一下又被靠背。对呀、啊啊，靠的算不是他的、啊。不知道啊，靠的不知道是谁啦，不知道是谁。他只讲 No No Life 某一个实况组。嗯。啊，然后会出现在靠背视频，应该都是从。然后就发现每个在 No No 上的实况组，瞬间每个次开台都突然变帅了，有没有？开到最大。第一次知道《魔物猎人》有电脑版，我跟你讲，还有手机版哦，《魔物猎人》的 M。哦，嗯，真的有真假的？假的，有手机吗？有手机版啊，有啊，真的有，真的有啊，真的有。手机版怎么打、啊？打一下。可是，它手机版不是像电脑版或是主加机版的，它比较你只要一直点就好了，不像。对，哇，我被自己吓到了呢。真的有啊，不要怀疑，真的有啊。你要开那个吗？我放。啊，如果有在玩的话，可以去看那个，看可不可以加到我们这边来。对啊。咦、欸，又还没爆，你那么生气干嘛？怎么跑回去？画面挡住，哎呦，尾巴可以。哎、欸，回来。哎呀，我跑过去，他要跑回来，跑过去又跑回来。好想你，你好，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好想你。666，感谢杰瑞兄弟。感谢杰瑞，的礼物。感谢杰瑞的礼物，
不要一直走来走去，打不到啦。